在电脑技术诞生之前，没有一种物产比纸同字的关系更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纸的发明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经说过，对人类文化史来说，我想象不出能有比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展更重要的题目。他们与指南针、火药结合，在另外一个以主动探索见长的文明中点燃了熊熊大火。欧洲人因此而告别了黑暗的中世纪，开始向现代社会转轨。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他们的产生同汉字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说到长城，我们不能不提秦朝的大将蒙恬。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最早就是在他的监理下连缀在一起的。但在中国民间，这位勇猛的武将却被尊为鼻祖。直到今天，这个中外驰名的毛笔之乡还在被蒙恬制笔这个高贵而美丽的传说支撑着。这个我们这个善连西包了，有一位村郭叫蒲香莲，他有一天呢洗衣服的时候呢，不仅掉到水中，那么正好被路过的蒙恬看见了，就把他救起来，啊，后来呢两人呢就为秦郡之豪，那蒙恬呢就是在我们民间说他是我们善连的女婿，啊，然后呢他在我们善连呢就是取兔毛，制这个虎笔，哎。那么两个人呢，就夫妻两个人呢，就勤勤地研究这个虎笔，后来呢，终于研制成功，把这个虎笔的制作技艺呢，传授给我们善连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善连人就世世代代制笔。笔者蒙恬公，乃近代大将，修建长城，征戍边关，战功显赫。相传农历九月十六是蒙恬的生日，千百年来每年的这个日子，善连镇的笔工们都会自发汇聚在这里祭祀蒙恬。而在过去，凡是想学艺制笔者必须先到蒙公祠中磕头参拜才能入行。毛笔真的是蒙恬发明的吗？在蒙恬之前，中国人真的没有更好的书写工具吗？在秦始皇兵马俑六号坑被发掘的同时，这一疑问似乎也显得多余了。六号坑是2000年发掘的，当时发掘出来以后，有12件陶俑，这些陶俑跟以前发掘的陶俑都不一样。其中8件陶俑它是绣手的，利用手就跟咱们这绣起来，在他身体的右侧挂有削刀和砥石。而且这个陶俑的带着那个冠是长板的，它级别比较高，一般都在8级以上。从头冠和这个削刀来看，我们初步分析它为文官俑，就相当于现通俗说的话，就相当于现在的刀笔吏。以刀代笔，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将求人写文章称作请人捉刀。难道在蒙恬发明毛笔之前，中国人一直是固执地坚持用小刀刻写着这些虽然优美但异常繁复的汉字吗？
公元1954年6月，在湖南省长沙左家公山的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支毛笔，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毛笔，比蒙恬的时代还要早几百年。在甲骨文中，书字就是由口和一只握着笔的手组成的，而那支笔一看就是一支毛笔的形象。陆续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中国人使用毛笔的历史可能从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在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个陶罐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用毛笔书写的汉字“文”。因为毛笔不是为了写字而造的，而是从画彩陶做出来的。这彩陶上很多就是用毛笔做的，所以毛笔是在这个文字以前就可能已经创造出来了。这个我们亲眼可以看到，一束一束的毛裹得起来，头上可以写小的，摁下可以写大的，所以就自然的我们就这个毛笔就发展起来，顺着我们的要求就越来越精到，所以可大可小，这是为了现实的需要。用木棍刻画的楔形文字和用芦草笔书写的古埃及象形文字都消亡了，而用毛笔书写的汉字却随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秦始皇兵马俑身上的小刀又该作何解释呢？1970年4月24日，伴随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东方红的旋律回荡在太空中，而演奏这首乐曲的正是这套制作于战国中期的乐器编钟。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器，信阳楚墓出土的一个小木箱也引起了世人浓厚的兴趣。长35厘米，宽16厘米，是个长方形的盒子。这个盒子里边有铜本、铜锯、铜刀、铜削、剑刻刀、刻刀、锥和背。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发现的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刻楔铸剑的文具盒。看来毛笔的使用并没有使刻刀退出文具的行列，只不过它的功能不是为了刻字，而是为了改错。这一点在同时###